我有一次替我一个单身的朋友向一个美女明星开过口，询问她有没有可能跟我这个朋友交往。你觉得做这种事是不是很失礼啊？你会替你朋友这样做吗？如果你朋友如果我朋友人是好的话，我有可能会问呢。就是说他会跟你讲说，哎，我觉得那个某某某好好看哦，我很喜欢他，你可不可以替我问问看有没有可能？可是如果那个人只是想要玩他的话，我就不会问。认真的啦，认真是认真要交往，那我多少会问一下。多少会问一下吗？是他在现场是不是？欢迎六位哈，你们好。哎，你人妻耶，你走开啦！你可以把裙子拉下来一点。里面有穿裤子啦，因为我们录影录得很不开心。哦，里面有裤子。我觉得应该就是吴雅馨吧。为什么丽雯不行？对，为什么？如果是真的非常长辈，然后已经有点耳重听的话，重听的话会找林丽雯，因为她会很听。乱讲。是科技新贵。那吴雅馨。为什么不是林丽雯？没有耳朵没有病的人会想要跟林丽雯做朋友？谁说的？真的，她的讲话声音真的好大。哪有？你看，假的，真的，你那个拿子已经深入丹田，哪有？反正呢，你刚才猜吴雅馨是一个合理的猜测，可是吴雅馨我应该没有跟你开过这个口吧？没有。不是他，所以真的是我吗？所以真的是我，是我，谁呀？不可能是莎莎吧？是杜诗梅。哎，那个要揭晓了哈。六个人当中，我曾经对你们开过这个口，说我有个朋友有对你很有好感，有没有这个可能性？请举手好吗？小鹏，一二三，请举手。小鹏，不是你了。举手，站起来不行吗？你说举手，站起来。谁辣？好啦，举手来。我怎么啦？真的假的？我也很意外。跟我讲，因为我觉得很意外，我觉得在开玩笑啊。不是，当时他，你记不记得上他当时拍了一些很有趣的广告，是好像找房子找不到，然后就在网路前面哭啊什么那拎行李箱，就那几支广告把他拍的。那阵子超红。你那阵子怎么？你那阵子没有这么黑耶？对，那阵子比较白，还没出外景，在出外景之前。所以你问他，然后他说什么？他就很诚实啊，他就说他当时被占有被占据，所以所以你那个朋友是英文直翻，就没有可得行。那你那个朋友条件是好的吗？还不错啊。跟你讲，那他喜欢胖子吗？我回去会问一下。哦，你帮我问看，你还愿意的？你如果还在乎这段友谊，我觉得你先。我们认识应该有五年，但是是这两年才变得比较熟。因为之前我听到林丽雯一个消息，我真的觉得哇塞，白痴哎，跟我好搭。就是他有一次直角，所以你是不是在人海中寻找笨蛋？可以这么说。所以演艺圈只有林丽雯是跟你匹敌的笨吗？谁说的？不是啦，是我觉得笨的人会比较没有心机。所以你是说你以前找过笨的人，想要跟他做朋友，就后来一接触之后发现说他还算聪明，就很失落走开了。特别寻找一加一等于多少？二哦，没有错。有一次他的脚趾甲不小心翻掉了，就是整个不见，跌倒。对，然后他就想说哇怎么办？他有一个记者会，然后他就赶快去买了一瓶三秒胶跟一个塑胶的那个假指甲片，然后就把三秒胶粘在那个脚的那个粉红色的肉上面。然后把指甲片贴上，对，那不是很痛吗？超痛，而且你后来要怎么拿下来？对，重点来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在家我就边抱我就边哭，然后就把它撕下来，就那个肉就是一层。觉得哇塞，这个人好像白痴，好适合当我朋友，然后我就慢慢接近他。哎，这一组我们一定要问很简单的问题，不然他们听不懂。一加一等于多少？请写出一个。对方真的跟你描述过，他觉得在台湾演艺圈，他跟你说过说这男生真的好帅的名字。台湾演艺圈为什么都不问我们这种问题？你们不要出声音好不好？这样还要拍到你。他喜欢彭于晏。等一下，没有人在惊讶，你们俩独角戏，没有人在惊讶，你自己在那，你谁都会不理我吗？不会这样，导播太羞了。导播跟副导播说，不要 take 他们，不要 take。就往下问了。啊，莎莎，我看你写的是谁？谁？
冷门的。你好，你好另类哦，你林立文。林立文你喜欢阿迪亚？真的，他自己跟我说的，他说阿迪亚他很 OK。然后郑主要是郑智贤，会跟摇滚乐界的人一起。他喜欢摇滚乐界的人。你喜欢音乐人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是说他，他喜欢有才华的人。没有，那个时候是有喝酒啊。你清醒的时候跟我讲。你清醒就想要否认这件事吗？喜欢阿迪亚没有怎么样啊，就是很特殊啊。嗯。所以莎哈，你觉得他应该写谁？彭于晏。好，让给你，让给你啊。那个。彭于晏先。请你们在乎彭于晏的感受好吗？所以，我看看你写他的是。哎，燕写错了啦，写错了，那怎么写？不是那个燕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我就是那个意思。你写对人了。对。那当时对你描述彭于晏的时候，是充满激情的描述吗？充满害羞的感觉。那他如果现在出性感写真集，你会买吗？应该会买。写出一个演艺圈里面，你觉得他真的比你们两个笨的？你很为难他们两个，因为像他就是寻寻觅觅都没有找到啊，这样答案吧。我想不出哎，这个他不笨，真的吗？哎，那请问到底要聊什么话题，你才会变得就是那种哎，我也是什么，就是很顺的可以这样对答？有啊，什么？就讲别人坏话。莎莎，好吗？你写下来，最近林立文有讲过谁的坏话？他还好啦，他都是会讲路人的。路人？他说路人什么？他说就是比如说有人推小孩子过来啊，然后他就会说啊好可爱，那是你吧？你先的，我跟你一起。哪有？我是先把故事讲完。然后嘞，快点，好可爱之后，他就说好可爱，然后转过来说丑死你。莎哈，林立文会不会跟你讲制作人的坏话？我觉得最近讲的一个坏话就是，就昨天一起蕊通告的时候讲，就是讲说，我都想不起来，他一直逼我讲我们那个蕊通告的人，太有讲了。你今天跟我聊，我在跟你聊，你们两个骂康熙来了的那个通告。我真的想不出来，而且他有没有发生什么糗事？我就说我现在想不到，他就说哦，那好，那不然好了，那你们在一起有没有过什么糗事？根本就一样，你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，我有鬼打墙，一个多小时，他就一直问同样的问题。对呀，因为我们通告上一个工作是在调查局，他就从那边转过来。谁也是，他说那个人有比你们两个笨吗？笨了。